去年6月1号买了辆那个奔驰 E 系车嘛，然后从5000公里以后出现那个刹车异响，期间和 4S 店已经协商了好几次了，但是一直就是修不好。什么样的异响？一踩刹车，红绿灯口就是嘎吱嘎吱的这种声音。杨先生的这辆奔驰 E300L 是在浙江彭龙之奔 4S 店买的，他说因为刹车异响问题，这辆车已经开来店里检修了好几次。厂家的技术报告回复的话，我们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影响客户的一个刹车安全使用性的一个问题。然后后期如果说我们的厂家还有更好的一个方案，我们也会积极的跟客户来沟通这个后续的这个事情。什么原因产生的？目前为止的话，原因产生的是我们刹车，比如说跟刹车盘有一个共振的一个现象，产生的一个摩擦，那才会有这个现象发生。杨先生的疑问是，既然厂家说是正常问题，那么同款的车型里，为什么别人的车就不会出现刹车异响，唯独他的这辆异响特别严重呢？5辆里面如果有4辆有了，那我问了，我不需要你们维修。如果5辆车里面有几辆没有，那么就明显的一个有一个没有，那你怎么解决？其实是这样的，他车子首先最开始的时候车子是尖叫声，因为尖叫声，对，跟老鼠叫一样，老鼠这么一声，然后那个越修越坏了。对，就是早期的时候他过来是尖叫声呢，然后这个的确是有问题，因为尖叫声是的确是有当初我们看了是产生问题，就刹车片里面可能就硬的铁屑可能会跟刹车盘产生的这么一个摩擦出来的声音，于是我们当时发现这个问题，就给客户换了一个刹车片。4S 店的姚主管说自己以前是搞技术的，对这方面比较懂，他认为更换了刹车片后，目前杨先生这辆车的刹车异响问题基本解决了。杨先生强烈要求当场试车，他和姚主管坐在前面，记者坐在后面。特别下坡的时候更明显，比如说我在山坡上开就更明显。正常的车子，你跟我说哪个这样说是正常的？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就是似走非走的那种，就是这还是似走非走？那我刹车要怎么刹？就这样一脚刹住吗？4S 店出口这里有一个坡，杨先生在下坡时频繁踩刹车，每次车子刹停时都会发出异响，而且车子会上下抖动一下。4S 店的姚主管认为杨先生这样踩刹车的方式不对，记者建议让姚主管来开。有吗？一刹停就这个声音来了。姚主管有吗？有听到。啊？有听到一声。明显吗？还算明显吧。在红绿灯这儿，姚主管踩了刹车，同样发出了异响，而且车子也同样上下抖动了一下。杨先生最在意的是刹车异响，不过坐在后排的记者感觉刹车异响还是能忍受的，但是每次刹停车子都这么抖动一下，胃部有点受不了。那如果每次刹车都要这样颠一下的话，你这个奔驰的舒适性也会受影响。对对对，所以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那我们也跟厂家也反馈了这个情况。杨先生表示，如果是花4万块钱买的车，他不会来找 4S 店，可花了40多万买的奔驰，驾驶体验这么差，他想讨个说法。对此 4S 店表示会和厂家继续沟通，积极帮杨先生解决问题。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